会想换法师，我不会玩战士，我玩战士很菜。有没有哪个大佬能带我去到一个法师的装备，然后我就不用你管我了，我就玩法师，我就升智力，好不好嘛？啊，我不能直接用这个玩吗？我不能用这个战士当法师玩吗？一定要重新玩啊！要换一个吗？没事没事，我本来第一个玩的就是法师的。我这个留在这里嘛，144阶，我等我法师玩会了之后，我再玩战士呗。可以洗点，换个号吧，要不？其实我觉得法师真的很厉害，因为我感觉法师的话，就是我打那个有一千块钱的那个小号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好像打得好一些。法师好像是这边的，6级都是6级。我跟你说，我拿这个号，哎，不对呀，我是不是进错号了？我记得我拿这个号的时候，我打那个一千金币的那个小怪，我就打得快一些，打得很快。加载游戏，这个也是法师吧？这个好像也是法师，但是为什么这法师长这么丑啊？这个第三个16级的好像就是法师吧？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法师捏的脸捏的这么丑啊？这个是法师，哇，我的法师好丑啊！不行，就这个了。我给你们表演一下我怎么打这个怪的，给你们看看啊。等一下，我不小心吃了个药，这一波不算，这波不算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打这个的话就很明显，我比打那个要牛逼很多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的马儿装到我的背包里面来，把我的马儿装到这个里面。这样我就可以快速骑马儿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拿这个法师打这个英雄，我就很快，而且我技能又很会躲，太棒了，我就适合法师。给你们看看啊，首先走上去啊，先给他左杆杆来一下，然后又来一下，然后又来一下。然后又来一哈，然后又来一哈，然后又，然后滚，没滚好，然后又来一哈，然后又来一哈，你看他就走半血了，兄弟们，你就说法师好不好玩？太好玩了！平时我打了半血，我刮了好久。贼快！之前你们也看过我刷这个怪要刷多久，配上我这个好走位，一哈就秒了。你跟我之前拿那个战士打，我的天啊，嘎嘎蠢，是吧？确实，我就适合法师。但是我这个英雄好像也没放过技能，我这个现在好像还没技能对吧？现在只有这样一个平 A 对不对？
有没有大佬能带我去打个武器呀、啊？但是我好像还没开图，有没有大佬能带我打一个新手的法杖武器呀、啊？有没有大佬呀？可以带我开一下图吗？我跟你哦，嘻嘻，嘻嘻。召唤一下吧，有没有大佬能带我打一个新手的装备呀、啊，大佬？我虽然很丑，但是我很温柔。等一下，我上 YY。我放麦啦，你们谁可以带我打一个装备呀、啊？我已经准备好啦，我要拿一个法杖，如果有个法杖的话，就是那种前期能够给了我这个法杖之后，就中期可以随便我怎么玩，知道吗？有没有这种？如果有这种就好，就给我整一个那种还不错的法杖。给你看个视频，不看是前期拿了，为什么没有大佬来找我呀？他前期就是可以直接去拿陨星杖啊，在哪里拿？就把视频给你看，你跟着那个教程走。你们说上歪歪的能不能真的上歪歪？不要天天就搁这个直播间里面，就这个直到搁那叫上歪歪上歪歪，歪歪上也没有一个人爬呢。Hello, 哦喂。Hello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在那个，就是那个出门的那个地方。要不我还是去那边吧，本君。哦，我来写这个东西，你来召唤我。哦，我来召唤你。好，那我去那个商店那个地方吧。不，你就在那个地方，别到那边回来。但是我没有道具。就在这地方，我已经到了。你没有那个纸钩吗？你就是这个金色的哦，不是。我要招你的话，我不是得要有那个道具吗？哦，对，那你回商店，我也传去商店。可以。没有那个药吗？我没有，我这个号非常的新。你去那个教堂，我传去教堂。我在找，我应该，我好像被人招了。我好像被人招了。哦，因为你自己。但是你自己，看吧，能拿了回去吗？应该拿不回去吧。对哦，他如果招我的世界，我不行的。他退了，没事，我再等我过去。好像可以直接传，我是不是得把那个点？吓死我了！我好像可以直接传哦。诶，对，我在教堂那个老人这里等你。教堂？就你刚才召唤苹果位的地方，叫地图上叫艾雷教堂。在下面。又传。不对，那是关卡前方。这里。OK。今天是真的有双倍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领个狼狼。哇，这个人真的好漂亮，我后期也能这么漂亮吗？可以，你要做这个拉尼支线任务就可以拿到他这套衣服。哇，他好漂亮，他这套衣服感觉跟这个世界有点不像了都。他是个神，真的好好看。他好像给了我一个狼了，我看看我的狼来了没？哎，没有哎。A pleasure to meet thee, tarnished. I am the witch Renna. 好像这个游戏我听别人说可以随时随地捏脸的，所以前期捏的丑也无所谓。对。后面还可以跟他结婚。这是给你随母吧？他是给我狼，应该是。As I had hoped.
狼，老是狼，三狼，还可以跟别人结婚。哦，招魂灵，对，招魂灵和狼，他还在跟我逼逼。Forgive my intrusion, tarnished. I doubt we shall again meet. 这个装备能丢得出来吗？ But all the same, 不会再见面。Meanwhile, the lands between. How long will it be? I wonder. 快走啊，你一直逼逼。Before the tarnished tire of obeisance to the two fingers. 我先买个道具，我刚打了一个怪。Weren't you? Well, you're back. Care to buy something? 我先打，我有2000块。Goodbye. Nice to do business. 我把你招过来，但是有可能等一下会有人要打我。我只能说，你在没在？你在没？你这个是小，在的，这是小号，应该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要招了。招啊！你在这里篝火旁边，就在。OK。篝火旁边，对对对，就召唤就可以了。OK， 我看到你了，是叫 We and I 吗？不是，后面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。那你叫啥？在后面一点。我叫田北七。你为什么要挂在一个这么多人的地方？田北七。好的，我没找到。嗯，就在刚才你第一个人的位置的左边哎。没有哎。你们俩对暗号了吗？暗号不是叉 T T R 吗？他不是五个二大写。对啊，叉 T T。他没有看到你。小长五个二吗？我把刻在这个石头旁边吧。石头旁边，就那个打造台。等一下，我来抹除一下。没有看到，我再做一下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写，写好了，写好了，就这个锻造台的草里面。锻造台这里没有。哦，是你不对，是你这个账号没有，你这个是新的账号，应该是没有暗号。我没写暗号吗？哦，好像是哎。你是心脏，对。哦对，哎，那为什么我可以看他们啊？对吧？因为他们是没有暗号的。哦，好了，现在好了。那我还要去做一下，应该。对。哦，干。看到了，好多，叫啥来着？田北七，就最上面那个吧，应该。AK 右边的草。这。田北七，是这个 YS 七七七吗？不是英文。杜甫范西，杜甫范西，波罗易 ，JYX001， 又是这个鸡头，他又来了。没有你。哇，这个人好帅呀，啊！这个人，哎，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武神了？这个人。我刚刚好像看到是拿一把大三把大剑的这个人 AK， 不行，我要召唤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人太帅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他为什么可以拿三把这么大的刀？这是什么流啊？他这是什么流派啊？三刀流，他长得说实话有点像蛮三刀，有没有感觉？这个好帅呀，这个真的好帅。哎，他不见了！哎，他不见了！这个鹿头好像也挺帅，要不将就一下算了。哎，
为什么我召唤不了了？为什么啊？哇，刚那个人那么大的刀，他是什么流派呀？他是？喂？喂？团长，你直接召唤我吧，那个 EX。EX， 行，我召唤你了。刚那个好像没召唤成功，我还想看看他长啥样。他那个三刀好猛啊，那个大刀。真牛逼，就看着就是那感觉那一刀就要剁得很惨。哦，又来了，我又看到他的影子了。是什么意思呀？我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是不是卡了呀？耶，怎么这么奇怪呢？你开加速器了吗？肯定开了呀，我开了呀。你再召唤一下试试。我现在黑了，无法召唤。我再试一下，正在召唤。不是，我主要是觉得他这个刀太帅了，这个刀。你看他这把刀，有没有很像 DNF 里面55级的魔剑？正在召唤协助者。你这一套装备是因为打了女武神的吗？听说女武神是最后的 boss， 是不是啊？你可以给我一个头盔玩一玩吗？他那个女武神的头盔好帅。哎呀，拉不进来了，看来今天没缘分了，兄弟们。嗯，检查一下你这个账号的设置对不对？你都开了没？好像我可能好像真的没开，我像个傻逼。第一个是不是联机？第二个是不是不限制？第三个是不是联机游玩？是的。那我就不是傻逼，那你才是傻逼。苹果，怎么我就骂人？我这不提醒一下你吗？你提醒错了，你就得背锅呀。算了，兄弟们，我重新再挖一下，我重新就是做一下，然后我再重新招一下，然后我休息一下，我消磨到早上，然后我再招啊。最后的 boss 是艾尔登之兽，女武神还不是最厉害的呀？那如果要像我这种人，如果说我要就是正儿八经过的话，就是我要正儿八经过那个过这个流程的话，我是不是一辈子都打不过那些 boss？ 这个人也有点像个鸡头，这个人是个鹿头，他的鹿头上面还会有亮晶晶的脚，喂，真帅。哦，这有个巫师，看看还有没有长得漂亮一点的外观。这个人看起来好像有一点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像跟我水平差不多，算了，糟了。我这个人有那个大剑，但是他戴了一个帽子，这个帽子跟我这个款式有点像。嗯，啊，鸡头，这个呢？哦，这就是个，是个小小龟壳鸡头。哦，这个人头盔跟我一样的，不行，不太行。哇，这什么？这个人头盔有点怪，算了，没有喜欢的外观怎么办？这个吧，看一下他这个鹿头好不好看？他这个鹿头好好看啊，还会发亮。团子，快招，招了我把装备给你。啊，你还可以给装备给我吗？我好像现在没办法招别人，我一个都招不了。我不知道为啥，你叫啥？
你叫啥？我一个都招不了，没缘分了，没有缘分。AK 对吧？我再试一下，大退一下。哎呦，真奇怪。我再重新买个药吧，那个药可能不太行。Care to buy something？ 我估计我买到假药了。哎，我召唤你也可以，你画一个。Nice to do。你召唤我没用吧？我也捡不了装备。你画一个，我召唤你。不，我先试一下召唤你们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可以，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完了，我现在做，我现在招完之后，我好像啥都没了。EX，你叫 EX 是吧？是的吧？是不是？完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，哥？是的。你倒是回答我呀！你倒是，沟通好困难呀！咱们，说实话，没有看到你，没缘分了，哥。再见。真没看到 EX， 好像真没看到，应该不是我眼瞎了。这个是叫 Breening。这个是叫台旁边，锻造台旁边，锻造台旁边就两个。我在那个锻造台旁边，锻造台旁边就两个，一个叫 Breening， 一个叫泰，一个叫 AK， 一个叫青 Love Me。不行，我心动了，我要招这个人，这个人好像有个大轮。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。要不你就重启游戏，我估计你卡了。行，我如果再做一下没有的话，我再招不到我就算了，我今天就没缘分了。我已经做过好多次了。我做过好多次啦，没有。没有，我就招这个 AK 吧，我看看能不能招他。如果再招不了，应该就是卡了，就要重进了。我想看他的三把大刀。谢谢烟火坠落星空。算了，我卡了，兄弟们。挂了，爹，游戏都结束不了了，果然是卡了。下播了，不加班了，再见。本来想加一下班的。算了吧，兄弟们，今天就到这了。现在已经11点钟了，人家一般都是10点钟下班的，为什么加班呀？你们给我个理由哎！怎么能加班呢？加班又没有加班费。这样子，咱们定个任务好吧？你们在我加班到12点，你们负责给我刷10万条弹幕，好吧？不要怀疑我为什么要你们刷弹幕，好吧？就无论我干嘛，你们都得给我刷弹幕。我不是弹幕合同，但是我就想看你们刷弹幕，不然的话我会觉得，哎，我怎么，哎，我怎么，啊，我这直播间没人，他们天天要我加班，也不跟我聊天。好吧，
谢谢粉红麻袋，今天怎么想看我玩这个了呢？有点玩不动了，说实话。团子，我能给你全套白魔女套装，真的吗？喂，你能说话吗？那个能给我白魔女套装的？我能。你们装备都可以给呀？就是你刚才对话的那个 NPC 身上那一套衣服都能给。装备它会加属性吗？只要剧情过了都有，每个人都可以给。那我如果没过剧情，你能给我吗？没，只要你有就能穿。只要我有就能穿，那我没有我不能穿。你是不是被我只要我给你了，你就能穿啊？哦，好。那我召唤你们啊，我看看这回好了没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哇，这个人是个螺旋刀，好帅。哇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青叶，是个法师。青叶，青叶，天叶，你是在哪里啊？你的名牌在哪里？我要翻你的牌子了。我就在那个铁匠旁边。OK。你们放在这里我好像招不了，我这边直接就锻造台使用了，太靠近了我点不了。你换一个地方吧，说实话这个地方好像没有法师，哎，好像没看到你，好像真没看到你。没看到你，我放到右边了。这个叫伊德儿。说实话，我没看到你。我感觉我们。说实话真没有，我随便招了，我忍不了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上歪歪的说的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看不到。算了，我就招那个三把大刀了，如果再招不了那就真的算了，今天没缘分了，我已经重启游戏了，如果还招不了的话，有可能就是我这个暗号可能太多人在加了，所以我就卡了这个暗号。进来吧。哎，人呢？进来了，我终于招到一个人了。哇，这个好帅。哇、哦、这个哇哦哇哦哇，这什么？这个鞭子，天哪！哇，这太帅了！他是怎么弄的？这是要升级吗？给他的武器升级？哇，这怎么又可以打鞭子，又可以砍刀啊？他到底他是什么？好帅呀！这个，我想看看打架。AK， 你能带我去打那个打个那个爆装备的 BOSS 吗？你能带我去打一个吗？我想看见没有 boss， 哇，好帅呀、啊！这个，还可以招一个吗？我可以一个一次招俩，
那我再招个法师，这个好像哦，这个，哎，我们再招个牛逼的，然后让他们 PK 谁的技能帅。看看有没有，还有招个这个吧，招个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公子哥，这个人有点中二，这个人就招这个中二吧。他的武器是一个螺旋，哇，他好多武器啊！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法杖啊？我也想要一个法杖，你可以给我个法杖吗？你可以给我一个。你可以给我一套装备吗？你可以给我一套瓷装吗？我想要那个蓝色的瓷装，你有吗？你借我穿，我以后刷到了我再还你。耶，他不理我，他高冷，他说他没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？哼，那完了呀。那你带我去打 boss 呗，你先过来帮我把那个马打了，帮我把这个马打了吧。这个马我这个里面好像还没打过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马打了好像没什么太大用，但是你帮我打一下马。哎，我看一下你这个怎么操作的，你那个技能给不了吗？他老打另一个怪，反正我单了。操作了他那个太刀，他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双刀流啊，就是很快的那个，就我一开始说很帅的那个，就是他这个，为什么感觉他有点刮痧？耶，他这个有点刮痧，他这个跟我那个号差不多。哦，他不要死了吧？难道说攻速快的话就会比较刮痧？我要不帮他打一下吧，我感觉他好像有点顶不住。我也来刮刮，丢人丢人丢人啦！